啊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猪耳朵，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回来，还热着呢。我不要。可是，你上次不是说你喜欢吃吗？我现在又不想吃了。喂，怎么了？ 我这几日和校尉朱导城外去了，你感觉身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你给我的药挺好的，我就养了两天就好了。那，这个给你，每日涂3次，这回的药包管灵验。谢谢桃子姑娘。 什么呀？猪耳朵呀，本姑娘忽然又想吃了。给。姑娘家真奇怪啊。校尉，皇孙殿下的信。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 没有啊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难道不是因为耳朵？什么耳朵？那不是猪耳朵吗？校尉，取笑我，我不给你吃了。阿莹，闻得崔家军中有叛者，预谋崔公子性命，恐有利害阴谋，你与公子左右多加留意，有别后珍重。 从今日起，再增加一支亲卫保护公子，此去营州行军路途复杂，务必要保护好公子的安全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阿莹，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增加我的护卫了？公子，收到线报，崔礼遇对公子不利，我军即将拔营，公子的安危必然是重中之重。阿莹，不用担心我，连番行军辛苦，你本来思虑就多，应当要好好保重。为公子考量是我的本分。 陶子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谢长耳。怎么了？你最近总是取笑我，不给你送信。你这是不想送信呢，还是不想接谢长耳啊？要是后者的话呢？这样，我在信上呢再添上一句，告诉他们以后送信就让老鲍来，免得惹我们桃子姑娘不高兴。 你看你，那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谁送不都一样。哦，我来吧。那你早去早回啊，可别欺负耳朵。谁欺负他了？哼，嘴硬。 提醒我，崔离会对我们家公子不利啊。因为我提醒了你，你就定然会回信来见我。若是我偏偏就不约你见面呢？
那就我约你见面呗。